昨天网上流传一段惊险视频，一棵大树不知何故断裂倒下，砸毁了一辆停在路旁的白色雷诺梅甘纳 Renault Megane 轿车。据新民日报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前天4月13日下午4时18分，事发地点在新加坡五级班让一带的测试纳道 Chestnut Avenue。视频曝光后，涉事轿车车牌7676也被公开，相信有不少福至心灵的字谜跟着下注。结果昨天正字开在安慰奖，有人贴文称发了一笔横财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关注新加坡之音。